Air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陈立农。Man 帅有型，眼睛或鼻子，近几年就是说单眼皮比较值钱这样。歌手薛之谦、李荣浩，演员刘德华吧。以前小时候的时候，在六十几台的时候，都会看到刘德华、周星驰啊，算是看港剧长大的吧。因为我小时候有玩溜溜球，但是没有玩得很溜。如果选一个比较会玩的话，就是类似毽子那个，小时候国小的时候有毽子比赛那样。接下来可能会有越来越多工作行程，慢慢的作品会开始上来，所以请大家耐心等候。Yeah.